我是想要一个家。你也可以跟我共组一个家。他一直在邀我跟他生孩子。没，等一下，什么叫我邀你？他说如果你没人要的话，其实你我也是可以。没有，我很可以。他会为了我就是都可以。欢迎来到 Vogue 闺蜜问答，在我左手边的是吴映洁，还是炎亚纶。我们今天要来参加的是闺蜜的默契大考验。对对对。我觉得我们的默契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确定？我觉得至少我们会对一半。比较堪忧的是杨明威跟他老婆。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闺蜜时间。对不起，对，是我们的时间。一起工作的时候谁比较长？你提到我了啦！真的闭眼，你懂吗？你不要比那么过来，还比过来让我感觉到。因为我想要摸你，是不是比我啊？真的是他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爱漂亮。他只连睡衣都要挑过。我睡衣都要穿成套。我顶多就是带枕头去睡而已。3、2、1。我。是你吗？你那边一直回。你有经历过地震事件吗？哎，我经历过眼镜事件啊。哦。啊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，我觉得。差不多。我最爱吃的食物。美昭红茶。哦，美昭红茶也算是，因为是我们两个都会一起喝的。还有一个饼干。你会跟我一起吃卡拉木酒，我真的是多利多姿橘色的哦，多利多姿橘色的。你在意别人吗？没有，我这题很简单。我最害怕什么动物？虫类，蟑螂。啊，对。我最喜欢的偶像，确定是节目要继续录下去 ？Lisa， 不是。Blackpink， 不是。Twice， Top。哦。要继续录下去吗？好，你换。那个问题为什么那么难？我最自豪的优点，幽默风趣吧。长得帅？不是，我的头脑。那差不多啊，是一样。对，差不多。我说差不多。一样。我最想完成的梦想，亚洲第一唱跳女歌手。这我还好。嗯，你刚刚连在上厕所都在看跳舞的影片，是吗？哦，我在听歌。对，还在听歌啊。你想要结婚？我是想要一个家。你也可以跟我共组一个家。他一直在邀我跟他生孩子。等一下，什么叫我邀你？他说如果你没人要的话，其实你我也是可以。没有，我很可以。他会为了我就是都可以。我工作的时候最痛恨的事情就是被误会误解。差一点，四个字的成语，第一个字小妞妞，勾心斗角。答对了。你最常使唤我帮你做什么？我好像没有。他好像还好。我都喜欢自己来。你不爱自己来吧？鬼鬼对我说过最肉麻的一句话。我是爱你的。差不多吧，意思差不多吧。我是很在乎你的。差不多。就我们平常算肉麻啦。好像很塑料。不要，是不是塑造我们塑料姐妹花啦？没有，兄妹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他这题他肯定他不会。我出门常忘记带的东西，钥匙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看，你这是钥匙掉了。我们在 IG 最近一次的合照，我跟杨明威还有你。对啊，你被卡脸，被卡这里吗？对，因为你长得太高了。杨明威偏矮。你会让我一秒理智断掉的事情，碎念。哎，答对了。我知道我碎念，但是你念得很，你是文字也念，然后嘴巴这样子。哎，你比我还会，虽然我分贝比较高，但是你念的频率也不差。你也蛮会念的啊，你什么都要有情绪，都要有反应。那是你教我的。你随时都在做节目。我没有。好，下一个，你对我做过最有义气的一件事，有吗？我写的是那个跟我一起工作，哦，因为他比较难搞，所以能跟他一起工作不容易。等一下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跟他一起工作默契就可以比较好。对，所以你觉得算是有义气的事。我跟你工作默契很好。对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合，片场吗？好像是，准备要演那个 PDMIT 的时候。嗯，好，换你。我这一题有点难。难？多难？我最想挑战的角色，日常中。他想要做一个餐饮企业家吧？是吗？对，我跟你讲，他想赚钱享福。没有，我是喜欢吃的。我再来吧，营业中最喜欢的嘉宾。嘉宾哦，好多哦。夏天要嘉宾。什么时候吃到我们的口水？这个哦，
字我流眼泪了啦。三个字，沈玉琳。对了，哦，你居然喜欢玉琳哥？玉琳哥很好笑，而且他跟我交杯酒，他说我有点喜欢你，其实有点打动我哎。会不会过两年发现发一个新闻是鬼哥跟沈玉琳结婚？不会，但是我觉得当下是因为觉得哦，原来女生还是有用途的，因为异性相吸。在我们团队里面，没有感受到这个作用吗？没有，你们都把我当男的。我们就是平起平坐，我觉得这样也好啦，就是蛮好的。本来就是啊，实境节目不能有辈分。我在来白夜中最喜欢的成员，肯定不是我啊。那你猜猜看，应该是杨明威吧？不是，你算是第二个。谁啊？我自己。你是你傻眼什么、啊？你这么不要脸。是脸皮厚。等一下，重新整理。第一名是你自己，第二名是我，第三名康哥跟杨明威齐头。那第四名，我们就排前三名就好。我知道最后名是谁。没有最后一名。最后名也是他。其他都是。最后名也是你自己，算吧。算有时候就是讨厌，又讨厌自己又爱自己。哇，他真的很会帮忙哎。就帮你圆场啊。不用啊。不然就出来又要闹新闻了，烦死了。好，我们问完了，默契还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这是我跟我的闺蜜亚伦的默契作答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按三次赞哦，赞赞赞，赞赞赞。来，一二三。过程。过程。哦，好，要一起讲。哎，不，你有在这线上吗？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友情。对啊，你等，他还没有，等一下。他不能用了。Hello， 我是真知小小乔。OK， 好，你写什么？白色。哇！我天哪！我根本不知道我怕什么啊！我先写他。我你知道？当然。你比我还了解我。当然。可能怕哦，我有一个怕的事。但这个比较难对。对。你写什么？我怕你怕没睡饱。对。真的啊！那你怕什么？我怕了。你怕？我不用考了，我觉得这题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我即将可以结婚了。对、啊，我们在公布喜讯。因为太阳后裔而即将结婚的女性是哪两位？这我绝对知道，你还不知道、啊？我在想，我在想后裔。我没听到，我没听到的啦。我说后裔怎么样？生了几个太阳吗？先真心话好了，等一下再重，等一下再玩大冒险。好。最烂的，就是呢，我等一下开我的什么跑车来接你，然后我家不远啦，我家就在那信义区的101旁边。这种是翻白眼，真的是翻到后脑勺去。12个，哇塞，13个吧，13个，真假的？对哦，真的，哎、欸，对了耶，好厉害哦！好，现在你现在打开手机发 mention 发我的照片说，说其实王子真的蛮帅的。你这什么表情？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蛮痛苦的要求，对啊、没有错。不能解释，不能解释，就是我要亏你想得到，因为我常常这样。现哎，我觉得这个题目谁出的？这样出的好，还好不是我。但你要选哪一张？我 AirDrop 你，我觉得我最近还拍了一张不错的照片。好烦，怎么那么烦呢？严立真，什么？看粉丝会回什么？帅不是睡。怎么这么睡？睡觉的睡，你看我有多不甘愿。这样，牛郎跟织女一年见几次面？被走了，见几次啊？其实我也不确定哎。好，我知道，你不确定我就知道。可是要看谁想到啊。好，一二三。对，为什么是你？那你想要说，你想要说什么？一次吧。对啊，一次吧。太无奈了。12生肖的12年，也太长了吧！鼠、牛，哇，牛好难。虎，兔，龙，
龙，蛇，蛇跟龙怎么那么像？大，太小了。马，马怎么弄啊？马怎么？马是不是也比较长？羊，羊，羊，羊你可以这样啊。羊哦，羊还一只的，一只的。猴，鸡。鸡啊，咕咕咕！啊，鸡，狗，狗，猪，啊，好累啊！好累，以后不要冲那边，对，不要冲那边，那边很少。七夕情人节是谁的故事？哦，流浪织女。对对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。好，抽这个，不然不敢再抽一个。怕等下有什么奇怪的要求？我不知道。我蛮多敏感的部位，但其中有一个很有趣。我知道，好，你猜猜看，一般人猜不到，因为我也是有一次突然被碰到。我知道，那我就我这个猜出来，我真的太了解。我选有一个人对我做，是女的啦，是女对我做的动作，然后我觉得天哪，也太痒了吧，就是一个。就是他很怕人家从他口袋里面。对对对对。膝盖、耳朵都蛮敏感的，但有一次我的口袋里有一个戒指还是什么，然后我就要请我的助理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因为我手上有东西啊，我说你帮我这样子拿一下，然后他就手这样伸，我就哇，你太痒了吧？你对我说过最严厉的一个忠固，你对我说最严厉的忠固，对你说过最严厉的忠固，双标仔，太长了吧？嗨，我是马克。嗨，我是玛丽。嗨 ，Vogue 大家，大家好。请问，我最欣赏你的优点跟最受不了你的缺点。受不了缺点可以马上秒答，情绪化。欣赏的优点哦，阿达玛嘎伊。真的耶！我欣赏他的优点就是头脑好，然后受不了就是他情绪起伏很大。他就是一个没有社会化、没有长，他不是男人，他是男孩，气了就噗，然后像捶桌子、捶墙，然后想要打娃娃发泄，然后情绪很好就开心，就是妈妈，那我们今天要干嘛？他都是这样对他周遭的人的。你让我最感动的一个举动，你让我最感动的一个举动。我现在心里想到只有，因为最近做了很多访问，所以这件事情又重新被浮上台面。一样的思路。对，就是他当兵的时候，我会一直写信给他。That's right, yo. 因为就我一个人继续在电台做节目嘛，所以我就每天跟他报告说，哎，电台最近又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谁怎么样怎么样。我是不是故意会在封面写你的名字后面夹一些有的没的、啊？对，然后我有警告他说，请不要再这样做。他说会被刁吗？还是什么的？对，不要再这样子害我。我可能会写说，比如说欧马克少爷、欧马克富豪之类，就是乱加一些东西。所以要提醒大家，哎，现在还有人在写信吗？四个月好像很一下就过了，转眼就过了。而且大家应该已经很少在手写信，嗯，除非你写信到马克信箱来。亲爱的马克玛丽，你对我说过最严厉的一个忠固。三、二、一，你再不改变你的个性，就会一个人孤单到老。太长了吧！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比较死板，然后他常常觉得说，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人生有所改变，就大家常常说要跨出舒适圈的话，你就势必要改变你的个性，你不能讲一讲，讲一讲又不做的话，你就是一辈子固定就是孤单到死这样子。对于双标仔的梦，带得下去吗？我每次都带不下去啊！我每次话讲到一半，他就说死双标仔，最讨厌这种女生了。她就是一个对我的时候常常嘴巴在大脑前面的人，所以我忍。忍耐是我，好不好？是我在忍耐，我不敢真的把实际的情况讲出来，因为我觉得讲出来以后，他就是真的会生气，那样对我们的关系没有好处。是我在忍耐，哎、欸，各位啊，我最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哦，这可以播吗？这不能播吧？一二三，我觉得此生非读不可的一本书。此生非读不可的一本书，我不觉得你会回答对耶。为什么？我蛮有自信的。你蛮有自信，那我要更改一下我答案。一二三，亲爱的马克玛丽，我最难忘的红毯访问嘉宾，康康康靖荣。对，因为刚好康康哥来的时候，就是下一组的嘉宾一直迟迟没有办法上到红毯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直防康康哥防久一点。那偏偏那一年呢，他是抱着他的女儿一起来的，那天天气又很热，你就亲眼看到康康哥他就是很像紧张大师，就是我很紧张，然后大爆。
流汗，可是他还是非常非常 nice 回答你每个问题。他知道你必须要撑场，他真的是给你帮你撑场，源源不绝的回答。越成熟的稻穗，头垂的越低。我们第一次碰面的场合，以及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我们第一次碰面的场合就是在飞碟电台里面，他对我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印象，因为他就是一个自恋的人，他眼里只有他自己。回答得非常好，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呢。那时候才还是大学生嘛，就是有点大学那种，还在穿那种垮裤，那种很大的牛仔裤。现在 Y2K 已经回到我们那个年代，好吗？我跟你说，男女的差别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女生都会注意这种小细节，所以很容易把自己绑死。但男生就觉得，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在意这个、欸。对啊。我觉得此生非看不可的一部电影。哇、我瞬间浮上的那个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样哦。那试试看吧，全面启动。哇，竟然是万恶城市。对啊。为什么万恶城市非看不可？因为我印象很深刻，你非常喜欢这部片。哦，我觉得光是他没有回答《暮光之城》，我就非常开心。这是你自爆的哦。因为我那时候爱《暮光之城》第一集，各位，我强调是第一集，我只爱第一集，就是我爱到就是。我就是去买了那个粉红色的纸，然后写了中文的字，帮我翻译。他逼我翻译，然后要寄给罗伯·派丁森，寄到伦敦他的经纪公司。两边好莱坞 L A， 对对对 ，L A 也寄。两边我都寄，然后我还附上什么？我本人的拍立得。我目前最想完成的挑战是什么呢？最想完成的挑战，换成恋爱啊。我以为他的梦想是他想要去录《换成恋爱》。你说我讲韩文啊？就是他想要做一个这样的综艺节目，就是有前任在里面，我的过去女友在这边的时候，我要怎么跟新人做互动的那种人性的摇摆，我觉得他很期待。那个《换成恋爱》是他住着，可是里面全部都是他的前任，柯震东与他的前任们，是不是很想看？是不是？我刚刚说就是我要做音乐啊，我要加入大嘻哈时代啊。这个梦想大家从三年前就开始讲了，就是他要什么当什么，他要再上小巨蛋唱饶舌干嘛的，这个我已经听到腻了，我已经知道他不会实现了。他看不起我。现在已经十月了，但是今年应该很早，他就是雄心壮志说他的梦想是他每个月都要做一首歌，一年之后他就有一整张专辑的作品。但现在已经到现在了，一首都没有，零。反正就是男人的梦想，是不是男人都这样，就是会讲，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做这样子，期待喽。请问我目前最想达成的梦想？买房。答对了，买房。因为我从小就是一直住在家里，就跟家人一起住，基本上就是跟我的妈妈一直绑在一起。但其实我觉得人还是要脱离母体过活，他也常常会这样觉得，就是说你要自己一个人生活，你不要跟妈妈老是绑这么紧。所以我们的梦想不是我们的梦想，对，你知道之前我们想要去看房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看房就很紧张，然后我又不知道看房要怎么办，然后还会就是抓他跟他老婆一起来看房，然后去之前就是三个看房菜鸟还要演一出戏，就是还说还是我假装就是我跟你老婆我们俩是一个是一对女同志，我们要看房。策划很多啊，我们看房的乐趣应该是在编剧本这部分。然后是不是房东根本就不会管你，就是一到现在就说哦这个饭厅啊什么到处这样讲，嗯。完全没有啊！各位观众啊，刚刚他是怎么样 diss 我说要做音乐的双标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、但是我不能这样讲出来，因为他会不开心，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不完整，知道吗？以上就是今天的 Vogue 默契大考验，我是欧马克，我是玛丽。怎么样？对于默契考验你的表现？就是所有答案都在我自己的身上，只要全然相信。今天我又再次知道了，我是一个双标仔的潜力股，我会好好改进我自己的，意识到自己的缺点，然后把它改进。这就是我们常常要教大家的事情。嗯，有必要这么开心吗？好啦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看看我们的书《亲爱的马克玛丽》，或者是订阅 Podcast 频道马克信箱，还有 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。谢谢富哥大家，拜拜。